开始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遗落海域，可以去官网参加一下事前登录，那你就可以获得游戏内的虚宝。那5月25日就正式上线了，在这个游戏名称可以直接看到，它叫遗落海域嘛，顾名思义是什么？它就是一款全新的海洋末世生存的大世界的 RPG。你可以遇到一些海底里面的东西，除此之外呢，你可以这个采集、战斗。你在游泳的时候，当然还是会有氧气的这个问题嘛，还有一些海底地底面的一些异变的怪物。采集资源就是什么，就有这个家园嘛，就是你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这个家。这个家是盖在哪里？我跟你讲，这个家比较特别一点，你可以这个盖在海底里面啊，是在海里面的。好，那你们一开始目前看到呢，这个就是我的家。我的家就是该有的都有，但是呢装潢是没有。这张椅子是我昨天自己额外在装潢的，然后来上到这个二楼。我们的二楼现在呢没有盖任何的东西，这一个就是制作台。好，我们点起开启，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材料加工，收集材料很简单，盖个这个扭蛋机。好，扭蛋机他说他需要这个元件材料嘛。好，我们点一下获取途径，他这边就有一个展开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产出去，他就会显示在这个地图上显示给你说，哦，这些材料地道位。我们先来制作一下这个扭蛋机，放在这个门的旁边好了。好，门的旁边。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审美观的哦。这个扭蛋机它真的就是游戏内的这个功能呢，每十次抽奖必出 SR 以上的道具，这是可以扭什么？哦，扭装备的，这个是扭这个园林的 SSR 的园林的几率点 1.25%。 这个园林呢有点比较像宠物这样子，我们先来单抽一下，看一下它的抽奖画面。还不错。这个应该是可以每一个都可以升级的吧，我们一抽要中奖看来是有点难啊。没有，我都单抽，怎么可能我单抽就出 SSR。 出了一个不是碎片的，这个叫做阿翅，看起来是一只河豚。每一种宠物呢都有不同的功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只叫什么？这应该是鸡吧，电鸡兔。然后还有这只冰牙，我觉得这个很可爱。这只是一只大象吗？龙龙泥，这只也蛮好看的。装备呢，都可以从这个地方呢制作。我们现在来做一下这把这个响尾蛇狙击枪，它有不同种的装备啊，非常多种啊。我们出去探索一下，给你们看一下好了。那你可以看到下面有没有这一条是这个 O2， 我们的这个氧气条啊，它是会消耗的。你当然不是无敌的，那我们可以对这些这个东西呢做一些互动，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海蟹啊，得到一个海蟹跟钓鱼的经验值啊。现在我们就是在采集资源的部分啊，示范采集资源给你们看。然后呢，这边还有这个好不好？岩石、砂石。我们用的是高科技的采集道具。你看我们现在下面有个计量条，没有氧气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等一下呢可以去右手边的这个地方，这个是 O2 啊。因为在这个现实生活中，这些植物好像是真的会分泌这个氧气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经过这个呢就可以获得了一些氧气。我们在水里面游快一点好了。其实我是蛮怕有鲨鱼的，我会流手汗的那种。好，我们来这边看一下。你可以在水里面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这个生物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前面呢，前面就比较深了。前面比较深的话呢，我先不过去，这个比较深呢留给你们过去啊，你们到时候这个进游戏的时候呢再体验一下。哇，有没有？你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家。以往其他的都是盖在什么陆地上哦，我们这是盖在水底的哦，我们这个主题不一样哦。忘了跟你们说到一件事，我们还有这个载具，可以让大家看一下，有这个潜水艇啊，有一些载具啊，都有一些特殊的这个效果啊。我比较想要这个，一只乌龟。我们可以在载具上直接吸收，有没有看到？可以直接开着这台收集这个资源。它这边有个洞穴，已经很深了。那个深海洞，洞穴里面不会有怪物吓我吧？哇哇哇！我怎么感觉这样子会不会直接走到异世界啊？这是什么鱼？有点像魔鬼鱼哎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魔鬼鱼吧？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家里也是住海边啊，有些鱼类可能我也是认识啊。
这个是啥米？28等。这螃蟹会扁人呢、欸。啊，螃蟹要打我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它会游泳吗？我们来射一下。哎嘿，哎、欸，它那个是帝王蟹吗？我跟你讲，恐惧来自于什么？来自于你的火力不足，有没有看到？那当你有火力的时候呢，你就不用害怕了。这边还有哎、欸，我们先不要打它好了，看它会咬我。不要打它，先不要打。哎，哎呦，哎呦，它等级是不是有点低？被我一枪就倒了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可是我有点害怕哎、欸，这个就是毒蛇啊，海底的毒蛇、欸。右边有个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会不会直接被吞到肚子里面啊？哦，这是海底里面的城镇呢、欸，铁板烧。嗯，还有营业吗？因为它现在还有营业吗？啊，小金鱼。嗯，那只大只的怎么不见了？一转眼它游走了、啊。嗯，没事，游走了，游走也可以。我会害怕，我会害怕。哎呦，哇塞嘞，它就在前面游啊！我可不可以在这里就好了？我在这边就好了吧？可以扁它吗？哦，还好，不行扁。收集资料、哦，我们可以跟它互动哎、欸。哦，头座头金鱼碎片，哇！不要吓我、啊，老哥，哎、欸，我害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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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赶紧回家，我们赶紧回家。我们来看一下游戏打斗的这个系统，我们打这个赏金任务，先打一下这个异变腐鱼看看好了。哦，这里，哦，他可以把我导航到这边的怪物过来。那我可不可以？哎、啊，他们是主动攻击的吗？我这个有这个，哦，几枪他就倒了、欸，你们就会得到这个奖励了。到时候你们用手机玩，应该会更厉害啊！你在这个岸边呢，你是可以看到这个浪有没有？这个浪它是这样一波一波的，一波一波的。哎呦，这边还有这个鱼、欸，这个鱼是啥米鱼啊？我是很浅的浅滩呢，这个鱼是什么鱼啊？其实我不太知道它是叫什么名字。好，今天大家试玩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之前登录去官网，可以这个预约一下。那预约的话呢，你就可以获得游戏内的虚宝奖励。那我们今天这一款就先玩到这边。